OK， 这个是蛮像那个，当初天地劫手游那个古伦德硬件瓶凤寒月那一个，仅限一次，那先抽这个。这个不能画阿姆斯特朗炮嘞，好可惜哦，只能按一下哦，没有音乐，没有音效。没有影响，哎，我不喜欢萝莉，说实话。小心点，你已经进入我的狩猎名单。记住我的名字是古雕。古雕。韩武沙。距离拉近后，不只有危机，还有美。好像火属性的。又是你。小心点。哎，我已经有这只的了，还好被我追上了，妈妈也来跟你一起冒险了。等等，老夫是离破部落族长黎墨，以吾之身试吾之道。宾尼，不是啊，不是宾尼啊，纪凌雪啊，是你呼唤了我吗？原来我的名字是纪凌雪啊，是一定会抽到他吗？我是黎武部落族长黎阳，我会站在你身前的。黎阳，哦，啊，不是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堵住他，哦，这是新的。我是葵，雷电和鼓声，你喜欢哪一样？哦，葵牛，什么游戏？新游戏呀、啊？这个是纪凌雪，在 Top 上面。好，剩下就是换你十次。他说只能翻啊，这样子有点无聊了。没中的意思哦。你会帮我填平东海吗？精卫。我是九黎国主黎府，保护好九黎的子民们是我的责任。这个戴眼罩是怎样？哦，这个是那个西居图上面有出现的。我是夜灵神，晚上出去玩叫我准没错。哦，重新出现就是有抽到就不会再叫一次了。嗨，哦，有金色了，蚩尤，这么简单抽到蚩尤了。生当人杰，死亦鬼雄，我势必卷土重来。这么容易，这只也是。哦哟，喂，叫我红梅姐，总不能亏待小弟吧？我是陆叔的陆，哼，我妹妹没在吗？好，再来，应该就有这个卡池可以抽吧？那我就直接全部抽光光。奴家乃是九尾狐，你可不要太迷恋奴家哟。哎，这是不是刚才那个逐鹿之战出现的角色吗？老夫是。小心点。老夫。老夫是。哦，又中了一张啊！是我运气好还是怎样？又没声音了，这是谁啊？感觉是很强的角色，东王宫，没有声音的啦！哇，刚好这抽卡环节，
我先重开。好，这边可以获得什么角色啊？真是3%啦，还蛮高的啊。50顺便抽到角色的时候，只下一次获得真品角色0.5%。哦，也是增加0.5。哎，天地姐是增加多少？我有点忘记了。一样0.5吗？0.5 ，OK。然后哦，还要告诉你里面卡池有谁？我有仓颉，真的有仓颉。哎，目前角色比较少。九天玄女、皇帝、祝融、共工、九阴、香柳、云中君、雏菊哦，夸父没抽到，仓颉也没抽到，天狗也没有。为什么这边没音效啦、啊？我刚以为它下面长大了。这里是雏菊，这里是小菊，嘿嘿。我已经抽到了啦。是季凌雪，谁跟你冰梨？老夫，这个有了。我是鹿，这个也有了。我是葵。乌奶，这一只也有了。我是九黎，我是。哦，这一只妹子，这个妹子。我是巫贤。巫贤。我会治愈你的。哦，又是你哦。奴家乃是九尾狐，你可……我抽到两只哎。老夫是。厉害吧？连我都想不到，冰你、不是冰你啦，是季凌雪啦。我是夸父。来呀，兄弟，我们大干一场！别再讲冰底了啦，没礼貌。是季凌雪，没有音效，真的很没 feel 哎。看一下，我都一样啦。这样抽的好累哦，大干一场，230抽啊，不是230抽啊，23抽啊，23次十连抽，按到我手都酸了。我是李武，进，小心，我是，哦，皇帝，九九，我是皇帝，姬轩辕。你就是大荒志的继承者吗？感谢朱杰，九九，我乃十月天狗，如果想要接近我，先做好受伤的准备。我是鹿叔的鹿。我是李武部落。我抽到蛮多好卡的、啊。对，我明天放假。我明天请假。超商又怎么了啦？我是狂。我是。哦。谢天地的儿子。终于从封印中出来了，现在破坏的欲望高涨。九阴，我是九小
我是李。啊，现在又错过了。九阴白骨爪，应该是至今天地姐吧？我不知道啦，不是那个手游的天地姐手游的九阴哦。现在蹲到我快受不了了，有点想换天地姐了。感觉蛮好抽的、啊，因为他的绝卡是3%、欸，很高哎、欸。我看可以抽到几次皇帝跟蚩尤。哎、欸，祭灵血那么难抽哦。祭灵血那么难抽，我都从头到尾就抽到一次、欸，而且是开局就中了。不行啊，封测就是不行啊。有哪一款游戏封测可以之后公测之后可以继续沿用的？很少吧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祭灵血那么难抽、喔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吓我一跳。仓颉，以剑为笔，天地为载。各位，这字可还入眼？可以。没了。哦，仓颉第一次抽到哎，230抽才中一次仓颉。这个你要给我们看一下，七日之约，送一个九尾妖狐哦。哇，这个七日之约好像啊，太像的啦，太像的啦。这个好哦。哎呦，次日登场，可领取珍品阴灵祭灵血。好、哦，封测啊，封测给大家佛心一点，合理啊。啊，这手游都一样啦，你们误会了啦。赞哦，这就是我要的祭灵血。好、哦，太好笑了啦。